大家好，差不多到618了嘛，我又到了一年一度，想要收拾一下我的囤货，然后盘点一下。先从防晒开始说吧，基本上都是我在用的，然后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我需要再补的了。最近是有在用 CPB 的这一款防晒，但是呢，它就是非常非常的油润，因为这边刚好是冬天嘛，所以我才可以用它，但是它没有任何的润色效果，而且上脸很油润。我觉得跟后续的那些妆呢也一般般，所以这款我是不是很推荐，用完是不会回购的了。这三个薇多娜的防晒霜呢，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他们家的这个就是上脸呢，虽然也有一点点油润，但是它是多一种那种粘感，然后有一点点润色效果的，然后可以让后续的那个妆更加的服帖。然后如果你用了它这样一个粉饼的话呢，也会比较好，因为它本身就有一点点润色提亮的效果，所以这个我很喜欢，我想要回购的。这三个 XL 的呢，就是很清透的一个防晒，非常适合夏天用。然后这三个呢，就是真的非常的喜欢。然后欧莱雅的呢，我有分精致啥颜，就反正就是这个防晒，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这个防晒还有他们家的小金管，两个相对比下来，我会更喜欢这个多一点。它的防晒指数就是没有别的高，它只有 SPF 35嘛。但是我觉得它上脸的肤感特别好，很香，而且有点淡淡的粉色。这个我会是想要回购的。所以呢，这些防晒我是想要回购，这个还有这个防晒不是很多，所以总共可能一二三四，这是多少的？不知道，反正都是小的。我估计一二三四五六七，反正就七个防晒。防晒我用的是挺快的，所以呢，我618的时候是可以回购一些防晒的。然后我们现在来说粉饼吧。粉饼和散粉呢，我是特别多的。大家看一下，这一堆都是。先说一些散粉类的吧。散粉我最近在用的就是 RCMA 的这一款，这款我用了蛮多的。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在这儿吧。然后就现在用到这儿了，不到半年。这个呢，就是我用来铺脖子用的，因为我刚才说有些防晒特别的黏，我得用一个这个铺脖子。它整体是比较泛白一点，所以刚好我脖子比较黑嘛，就还行。还有就是雪晶晶的这一款散粉，也是我前段时间刚入的，可是我没有试过，听说蛮好用的。我的这个是什么色号？02，对的。散粉方面还有一个这个 VC Art 的这款散粉，这款我是看忘记是谁推荐的了，说很好用，很控油，很细腻。我上在脸上用过几次吧，我觉得是蛮细腻的，控油的效果我觉得还可以，整体来说是还可以的一个散粉。可是我没用过多少次，再细品一下，到时候散粉还有这个 A Cosmetics 的这个 Bye Bye Pose 的这款散粉，这款就是非常适合夏天的时候用了。因为它非常的控油，隐形猫狗能力也还挺好。这个也是，这些我就懒得断舍离了。还有一个 Make Up Forever 的这个 Ultra HD 的这款散粉，他们家的这款粉饼我之前用过，我觉得蛮一般的。这个散粉我就是买来想试一下，还没有试过。还有两个这种试用装的这个散粉，都是 Laura Mercier 的。他们家的散粉我之前用空过一整罐，我挺喜欢的，所以这两个的话应该就是用起来会很快。散粉的话，我好像真的没有特别的多。然后现在来说一些蜜粉饼吧，这些就是没有什么太多颜色的。先说这个吧，Pamigraph Labs 的这款眼下的，我现在的话是还有两个囤货，我大概的话是一个季度不到可以用完一整个。这个是我最近刚开的，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这个就是我眼下一直会用，回购了很久的。最近在用的就是 YSL 的这一款粉饼，哎，可以看一下铁皮，过一段时间会有铁皮分享了。这个呢，我就是非常的一般，它控油的效果很一般，上脸非常的泛白。就是有一个好处了，就是如果我那天只上了一个防晒的话，我擦它整个脸会非常的白净，而且它会让脸蛮雾面的。但是后续的那些控油的效果就一般般。很多人说它是那个 NARS 大白饼的那个平替，我真的觉得它没有那个好用，但是它会比那个白非常多，而且你上在脸上的话，如果你本身粉底是有一点粉感的话，你再上在它，就是粉感会加重蛮多的。所以这款就是一般般，是不会回购的一个产品。然后我刚刚说到 NARS 大白饼的话，我今年的话是用空了一个，还有两个囤货，还有一个 Fenty Beauty 的这一款，也说是 NARS 大白饼的那个平替，我会试一下。Tom Ford 的这一款 Alabaster Nude，他们家的包装都很漂亮，就听说这个粉很细。我就试用过一次，没有太深的感受，会再努力试用一下。还有一个是 Shiseido 的这一款粉饼，
这款也听说是 Nars 这个也会是，然后还有这个 Elegance 的蜜粉饼，他们家的蜜粉饼我之前用空过一个还是两个吧，我还蛮喜欢的。 Hourglass 的这一款小的蜜粉饼， Hourglass 的蜜粉我用完过一个，我一般般喜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想入下他们家蜜粉饼，对他们家牌子有种莫名的好感。还有一个 by Terry 的这一款小粉饼，他们家的这个蜜粉我之前用过，我很喜欢，然后就入了一个小的蜜粉饼。还有这一个加纳宝的这个天使蜜粉饼，这个是他们我忘记什么年的包装的了，反正我很喜欢集他们家的这个包装，真的好漂亮哦，我看一下2023年的，哇太漂亮了，便携装2024年的那个也很漂亮，就是很想入，应该我也会入一个。 Ampler 的这个应该也是一个蜜粉饼，就是那种没颜色的，我也是买来没有，没有用过的，对对，也是一个蜜粉饼。蜜粉饼我是蛮多的，一个两个三个，这两个算一个吧，四个五六七八九十，哦有十个蜜粉饼。蜜粉饼可能就是不能再入了，但是2024年的加纳宝那个会入一下。然后这些就是一些有颜色的了，这个的话呢是一个紫色的粉饼，就是用来提亮面中的 Amimi 的。这一款呢我用下去我觉得一般般，因为我之前不是有用 Suzanne 的这一款吗， Suzanne 的这一款我很喜欢，它的提亮效果蛮明显，粉也蛮细的，这款的粉是还行，可是它提亮效果非常的一般，就是没有这个这么好。就这两个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Suzanne 的这一款，这款我用下来觉得一般般。那这两个都是那种紫色的。然后这个香缇卡的这一款呢，我今年有完全用空掉他们家的一个 Petal 还是什么颜色的，哦，用完一个 Shell 的那个色号，我特别特别的喜欢这款粉饼，真的是到了我人生挚爱。我上一个季度的爱用品也有分享过，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用完这个的话，我是马上会想要再去回购，就是我可能得再用完一两个这些粉饼吧。就是这个的话，我用完肯定是会回购，一定需要有囤货的那种，太好用了。Lamé的这一款也是一个粉饼。就是那种有色粉饼，可以当一个底妆用的。我的这个色号是01号，它呢我之前也是蛮爱用的，但是我自从用了这个之后，这个就没有那么喜欢了，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它整体会比较保湿，比较润一点点，它上在脸上那个粉感我觉得会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点，就等于说它遮瑕会比较好，但是它的这个颜色上在脸上很好看，是比较偏粉粉嫩嫩的那种感觉。现在的话在用 Bobbi Brown 的这款粉饼，这款呢就非常的一般，我觉得它的粉呢就是没有很细，颜色的话呢稍微偏黄一点点，但是还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了。但是你说让我回购，我是绝对不会回购它的，而且它遮瑕力几乎上是无咯，所有方面都很一般的一个产品。还有这个 Shiseido 的这一款粉饼，这款粉饼特别的黄，大家看这个颜色就知道，就上在我脸上会比我本身肤色黄很多，所以这款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它，我可能会拿它出来来做一下我脸旁边的那些侧影吧，因为我最近用那个蜜粉不是就是脸好像中间会太白，所以这个我可能想要装精致一点的话，我可以用来做一些脸的侧影，但是整体就是我没有特别喜欢，因为我已经忘记它肤感，因为它上脸实在太黄了。还有 Make Up Forever 的这一款，这个都已经出新版本了，我旧的还没有用完，我是用 Y215， 上在脸上遮瑕都是够的，而且我觉得它的粉也是蛮细的，所以这款我也是还挺喜欢的。但是呢我觉得它不是很适合油皮或者是混油皮夏天的时候用，就它不怎么控油，虽然它上妆是蛮雾面蛮遮瑕的，但它不怎么控油。还有三个这个 Armani 的这一什么什么 Luminous Silk Compact， 这三个都是这种替换装，这个是这个，我的是2号，就听说这个已经停产蛮久的了，我是听说它很好用，然后我停产的时候就入了，直接入了三个这个，我好像只用过一两次吧，所以我忘记那个使用感是怎么样的了。可能用完 Bobbi Brown 的这一个我就会用这个，这个也是一个算是粉饼类的一个产品了，它是 Mineral Foundation 嘛，就是可以当一个底妆用的，这款遮瑕度非常的低，它是那种上在脸上的整个脸也不会特别的雾面，然后就会让整个脸显得稍微有点油油的甚至，所以这款我一般般喜欢，但它的粉整体是还蛮细，颜色也还 OK。 哦，这款其实应该是个蜜粉饼了，真的非常喜欢花知晓的包装，
这款上脸呢，它就是会有一定的遮瑕度，也是会有一点那种提亮的效果。我觉得粉呢稍微有一点点厚了，就是没有我想象那种那么轻薄的感觉，但是它提亮效果是有的，所以这个会加到蜜粉饼那一趴去。这东西也算是蛮多的。好，我们现在来说一些就是修容，还有一些高光的产品。修容的话，我其实出的差不太多了，所以剩的不是很多。BBIA 的08号，在 Make Up Forever 盒子里的 Inglot 505，还有这个丽兰的，这个我应该有更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只剩一个了。然后还有两个这种 Hoola 的小妆，这个是一个粉，然后这个是一个修容膏。哦，还有一个这个 VAA 的这款修容，这款我应该会开来试一下，它包装真的超大，里面还有一个刷子，我一直没有用过。所以修容的话呢，我就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这两个的话我应该会送人。还有个这个小奥丁的这款面部综合盘，我的这个颜色是01号，是比较粉的，买来一直都没有用过，我应该会想要尝试一下。还有一个毛戈平的双色修容修鼻子和提亮的，这个用的很少很少。然后现在就是一些高光类的产品，高光的话上次出了一些，可是我又入了一些这种比较小的。先说一下比较元老级别的吧， Dior 的这一款，这款是002，是这种粉紫色的，那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这个颜色还是很好看的。然后 Bobbi Brown 的这一款非常好看的 Pink Glow， 这个也是没有怎么用过。还有这个 Fenty Beauty 的这一款，这款呢我是不会怎么用，但是因为我用到铁皮嘛，所以我就很想留作纪念。 Hourglass 的这一款呢，就是如果我最近想要高光，我可能会想用它，它就是那种非常低调的，而且我用到一个大铁皮。如果大家想要个比较低调的高光，很推荐这个，它是这个色号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高光盘呢也很好用，是这三个颜色的，其实这三个颜色基本上就差不多够了耶，这个颜色就会稍微比较深一点，可是这两个颜色真超绝，超级无敌好看。对，还有这个 PK107 是这种偏粉的，我一直都没怎么用过，没有 get 到它的用法吧，但是我一直都把它放在我经常化妆那个柜子里，都没有拿出来用，我会用一下。还有这个 WT905， 这个是有一个囤货的啦，就是用到铁皮了还有个囤货，这个的话我应该会就是近期拿出来多用一下。我其实最近有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Make Up Forever 的这个 H100，然后我就会拿那个一个我最近用的很好用的一个刷子，用来搓这里，用来弄一下泪沟什么的，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呢就是这个毛戈平的高光膏也是被我用到铁皮了，这款我很喜欢，但最近冬天了，我眼睛下面比较干，所以就没有怎么用到它，但它真的提亮效果很好，很喜欢。还有这个毛戈平的高光修容粉膏，给大家看一下。对，就是这种高光，这种就是比较实用的这种高光吧，也是留着把它用一下，这个会留着。还有这个 Laura Mercier 的这个高光，这个的话就是一直看到有人分享，然后自己终于入了一个，都没有打开来看过，入了之后，哇，好的哦，这个估计是得用一阵儿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入它，因为我都不怎么用高光了最近。还有彩棠的这一款是他们家的双效高光盘，就是有一个高光膏，然后还有他们家那个高光粉。这个的话呢我到时候看吧，就是最近一直没有心情拿出来用。还有这三个，这两个上次分享过，就是腮蓝用来做面中提亮很好的，这两个比下来我会更喜欢居朵的这一款，因为这个它的粉感太重，虽然它的提亮效果很明显，但是只可以就是上镜的时候用，如果你那天要出门的时候用它就很明显，这款反而会比较好一点点，但就皮亮效果没有那么明显。还有一个这个三扇的这一款提亮，这个我是看他们用来提亮那个眼角的那里的，但是我一直都没有用过，包装都还没有拆，到时候想画一个比较精致的妆的话会用一下它了。高光也是还蛮多的耶，我在想我应该会把 Dior 的这一款给断舍离掉，但是还是很多东西。好了，我们现在来说一些眉笔吧。眉部的产品一般都是消耗比较快，先说一下眉笔。眉笔我最近在用的这一个彩棠，彩棠的这个眉笔外壳质量真的是很好，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只剩一点点了，里面的这个已经是我换的第三根了，它这整个外壳都没有什么损伤，
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这样坏，但是我上次我就是我用的太大力了，给大家看一下，对，太大力，所以它有点歪。但是我现在用的时候呢，我会这样子顶着它，然后刷也是还可以用的。所以我觉得彩棠这个眉笔呢，我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它这个颜色也很好看。这款的话，我用完我双十一应该是还会再要回购它的，就是它很好画，笔的质量很好，然后呢蛮耐用的，也不会结块。对对对，所以我很喜欢，而且它的刷子很好用。还有两个 Grace Barbie 的眉笔，Grace Barbie 的眉笔我一直都非常的喜欢，就是性价比很高，但它用起来真的很快，我都是买这种0.05的。这两个是04号焦糖咖，还有这个 Lolola 的眉笔，我这是02号，但是 Lolola 他们家的眉笔呢，我觉得上在眉毛上，后续的话会有一点点结块了，所以这个的话我用完这些是不会回购的。还有一个这个植村秀的这一款。眉笔是这个样子的，就这个眉笔呢，我基本上最近都不怎么用了，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这种极细眉笔多一点点，所以这个就其实一直放在我那里。但是呢，我就是觉得，因为它画上去很自然嘛，所以我可能有的时候素，就不是素颜，就是想要比较素的时候，我就会用它假装一下自己有几根眉毛。所以，所以眉笔真的不多了。这款的话，我觉得这个月吧，或者是到6月中旬肯定会用完，所以其实就一二三。因为这个就我不怎么用，就3个眉笔，所以眉笔的话我是要多买一点。然后这种眉粉的话呢，我基本上是不怎么用，因为我觉得太麻烦。有一个苏苦的这个眉粉，还有一个 IPSA 的这一款眉粉，买来都没有怎么用。我可能用完那个眉笔的话，会想要主要攻略一下这个，要不买了没有用很浪费嘛。因为这款其实也蛮好用的了，IPSA 的这个眉粉。基本上没有什么使用感，我打算尝试把它出一下，因为我就是用不了了，然后就留一个这个吧。然后这种染眉膏的话呢，我是有蛮多的，有一个是这一个，这个是 Surratt 的，这不是一个染眉膏，它是这种比较透明的，但是它可以就是让你的眉毛变得非常野生眉的感觉。我没有怎么用过，但买了很久，而且 Surratt 东西家蛮贵，所以就一直没舍得出。然后还有一些染眉膏，有3个 Kiss Me 的染眉膏，最近有在用这一个颜色，这个是11号色吧。我觉得11号色用在眉毛上是会让它稍微变淡一点点，但是又不会特别多的一个颜色，有一点点那种粉棕粉棕的感觉，所以我还挺喜欢的。这款呢，就是那种比较黄一点点的，这款就是有点太深了。这个08号就用了好像没有用一样，所以这款的话我是会不要了，因为我觉得太深了，这款就直接扔掉。很喜欢用的就是 Pelipella 的这一款，我的这个是04，所以我还囤了2个。这个我用了蛮久的了，现在的颜色就明显感觉没有刚开始那么的遮盖到眉毛了，所以我用完5月份吧，我应该也会把它扔掉了。然后 Uhu 的这一款呢，我上次也用过，我觉得还可以。这个就是只用过一次，上次就是全新的。我的这个色号是03号。还有一个 Kate 的 3D，这个我觉得也还行了。2个 Deja Vu 的这款，其实我用了这么多下来，Pelipera 还有 Deja Vu 的，我觉得是最好用的。Deja Vu 的这个颜色会比 Pelipera 更自然一些些，所以其实这个很好用。一个是偏粉棕，一个是就是那个真的棕色，特别喜欢这一款染眉膏。染眉膏真的蛮多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10个染眉膏，哎，应该够用2年的了，所以染眉膏最近也是不要再入了。OK，现在来说一些睫毛类的产品，大家可以看到吗？睫毛就是这些，睫毛就高升巨多巨多无比。我最近在用的呢，就是这一个 Daisuke 的这一款睫毛膏，然后呢，我是跟这个卢丹氏的这款睫毛膏一起用。这款呢，它是有一点点偏棕色的，所以上在睫毛上还蛮自然的，但它头比较大。这款呢就是黑色，但它上在睫毛上真的非常的自然。卢丹氏这款睫毛膏真的很绝，而且保持全效非常的好，唯一不好就是贵。对，但是我应该赚多点钱，这样子以后都可以用它，它真的很好用，很好用，很好用。这两个就是我这一段时间放在化妆台上面用的。Clio 我是觉得它稍微有点太黑，而且那个存在感有点太强，所以我可能会等它稍微干掉一点点再用。然后这两个也是开封过的，这一款呢我上次蛮喜欢的耶，就是这个花知晓的这一个睫毛膏，它的这个头也是刚刚好的，不会说特别的粗，也是这种微翘型的，而且我觉得它上在那个睫毛上也非常的好用了，所以这款我也挺喜欢。这款呢就是比较适合我那天不想要眉睫毛那么的浓的时候用 MOOD 的这款极细的这一款。其实 MOOD 他们家的这种睫毛膏我都挺喜欢，我之前很喜欢他们家粉金色的，
然后我最近的话就是蛮喜欢这一款的，它也是比较细的那种。这些的话呢，我都是没开过。哦，这一款呢 ，Remember， 哦，这款我要扔掉了。这款03号它是棕色嘛，它是这种头的，可是它的这个膏体实在是太湿润，而且它上在那个睫毛上，会让你的睫毛整个变得特别特别的棕，而且是那种不是很好看的棕，所以这款我非常的不推荐，这款是要扔掉的。这一些呢，就是都没开封过。这一款呢，我之前有用过。它也是非常的好用的，因为它整体呢是那种可以让你的眉毛存在感非常的强。可是我最近呢，也不是最近了，近一两年吧，就是没有机会用到眉毛存在感那么强的产品，所以这款呢我会出掉，或者是就是我会送给大家吧，因为它是全新的。如果大家在墨尔本的话，我们就可以面交，会比较方便一点点。这个也是木的的一款，打开来看一下，好像是一模一样。哦，不是，是这个，这个就是我以前很爱的那一款，我又补货了一个，买的是棕色，他们家的这个粉金色真的很好用，这是我回购第二个。哦 ，Remember Mascara Fixer， 哦，这个好像是一个睫毛打底吧，我会再给这个牌子的睫毛的产品一个机会再试一下。UKISS 的一个睫毛打底，因为我最近其实睫毛用睫毛打底就够，我睫毛还蛮长，还有完美日记的一个睫毛打底 ，Dior 的这一款。睫毛膏我也是一个回购的产品，我觉得它在海外的睫毛膏来说算是很好用的了，对亚洲的人来说。还有一个雨吉的睫毛膏，还有一个黑兔的这个睫毛打底。所以睫毛膏的话呢，基本上不是基本上，就是完全不需要再入的了，因为东西真的很多。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我的这个笔类的产品，大部分都是一些眼线笔。哦，其实还有两个没有开封的，我就真的懒得拿了。很可爱的这个眼线笔，我觉得它应该没有颜色了。哦天哪，还有，那这个我还是留一下吧，因为它真的太可爱了。我就是好几百年嘛没有用过这种笔了，太可爱了，真的好可爱。有 Camake 的这个眼线胶笔，这个 Dolly Wink 的我试一下可不可以用。哦，还是可以用，哎，真的不错，这质量。Colourpop 的这个红色的。我可能会玩妆吧，我觉得这个红色的这个笔用起来还蛮有意思的，会留着。Burberry 的这个是个阴影笔，这款阴影笔也是把它闲置了。这个是我买的一个卧蚕笔，这样的。这个我打算拿到外面出来，我把它稍微试一下用吧。Eyelid Eyeliner， 哦，它是用来画双眼皮的。哦，试一下，可以让我的双眼皮更深邃一点点。 Heroin Make 的这一款，那都还不错耶，都是可以用的。哦， Tattoo Liner， 这个应该是那种巨黑无比的，试一下。这个是个什么？ Integrate， 这个应该不会用。哦，还弄不回去，这个直接扔掉了。这个是我很喜欢的，是 Shadow 的一个 Plum 的眼线胶笔。这个是什么牌子的？不知道哦，这个试一下。哦，这个也是这种，不行，这个也不行，因为它会就基本上不是很上色。这个不要了，太多笔了。哦，这个是买来用来弄一下下眼睑那里的，就是这种。对，这个再留一下吧。这个是用来涂嘴的，哇，这个真的，这个我记得，哦，这是用来像一个唇线笔一样的。这个其实应该到唇膏那里。有一个 Appeal 的这一款，应该 Colourpop 的这一款 Loveliner Glitter Collection。哦，天哪。哦，真的是有一点点闪的耶，弄放不回去，这个我还是留着。哦，还有这个，其实每个都还行，用了这么久都没有干掉，好多好多笔我都舍不得扔。Camake 的，还有一个3CE 的，这款是很细很细的那种颜色，所以我也会留着。笔的话就断舍离了两个，还剩这么这么多。好了，我们现在来说一些粉底类的东西。这个我感觉比上次好像明显少了一点点。我最近在用的是这个 Chanel 的这款 Le Tint， 他们说是这一款的平替，可是用下来呢，这款会明显好用很多。这款呢就会比这个我觉得更干一点，而且它毛孔遮瑕的效果也没这个好，而且也没有这个白。所以这款呢，我现在是得混一个这个一起用。大家看我的那个铁皮计划应该都知道，所以这个我用完的话是不会回购的了。然后就刚才说的这个 BD01， 这个是一个回购的，特喜欢。用完这个我应该会就开始用雅诗兰黛的这一款。这款呢就是比较适合冬天的时候用，最近澳洲冷嘛，所以我就会用这个。我觉得整体的话就一般般吧，就是不会回购。它粉是蛮细的，也是蛮润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呢稍微有一点黄。我这是1C1，对，就整体
还行，没有说到多好用。TF 的这个粉底棒，这个我蛮喜欢，这也是个回购产品。Amplitude 的粉底液是那个00色号，比较有流动性的，也是我回购的一个。还有他们家的这一个粉霜，这个就会比这个稍微厚重一点点，也是还挺好用的。还有这个卢丹氏的这一款粉底液，就是他们家的粉霜，我是很喜欢很喜欢的。入过这个粉底液之后呢，我觉得它会比粉霜更适合混油皮多一点，就是它会更干爽一点点，妆效也是非常的好看，而且没有它那个粉霜那么恶心的那个包装嘛，所以这款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CPB 的一款粉霜，上在脸上的妆效也是很好看，越液越美丽的那种。郑轩墨的这款气垫我是一直都没有用过的，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用气垫，但是我会尝试用一下。这个是这种试用装啊，我就放在里面了，是这个 Dior Dream Skin 的这款，很可爱。还有 Surratt 的这一款粉底液，这个听说他们就说是 CPB 金钻的平替，然后呢我没有用过 CPB 金钻嘛，就很想用这个。而且这个呢就是我最近买的黛珂的这一款 Zen Wear， 好像也是说特别好用。所以粉底液的话我觉得不是剩特别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个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倒是还可以，因为我有给一些粉底液给我妈妈用，然后自己有出一些，所以呢，粉底液这个产品，我是觉得就是近期是不需要再买的了，这个数量是还可以的。好了，我们现在来说一些有色面霜，我就是很喜欢买有色面霜，还有一些打底的。然后这个我放在打底的产品，有色面霜就是这些，这两个放到有色面霜里面了，因为它都是那种粉底调和液，这个呢就是它会比较稠一点点，这个就会比较更水一点点。我如果我用到别的比较偏深一点点的话，我会轮着用，等这个用完就会用这个。这个 Cover Match 是我还挺喜欢的，这两个就比较有功能性的了。还有这个爱马仕的这一款有色隔离吧，就一般般，很好闻，上脸的那个刚开始是还蛮白，可是它会暗沉对，也不怎么控油，但是就是一个配货嘛。这一款呢我前段时间好像购物分享过，我觉得它上脸是还蛮干爽的，会比别的那种有色隔离上在脸上更为干爽一点点。 CPB 的这个呢，我是听说有个人说这两个加在一起特好用，然后呢我就买来试一下，真的非常的好用，显得整个人巨白巨白无比。然后这个呢就是我擦脖子的一个东西，他们家这个素颜霜，其实这个算两个了，我是买这个送的，这个我是很喜欢，也是一个回购的单品。它擦在脖子上呢就是保湿度也 OK， 很容易推开，而且提亮效果也明显，所以这个我很喜欢。 Dior Snow 的这款蓝色的，这款提亮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那个提亮因为带点蓝嘛，所以我觉得整体会更比较没有那么灰的感觉，但是这款呢就是上脸还蛮油的，所以呢这款我一般上脸我都不会用那个海绵，我都是直接用手把它给铺开的，整体就是比较油润油润的感觉，但上在脸上真的就是感觉哇，你整个人就是自己的皮肤就那么白，所以这款我还是也挺喜欢的。这款是那种试用装啊，是这个 FAB 的这款有色隔离，然后还有这个雪晶晶的 BB 霜，这个我一直没有用过，它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试用装，我应该会拿这个试用装出来用一下，也是听说很多人说蛮好用的美白隔离。彩棠的这款隔离我之前用完过一个小样，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呢就有入一个这个02号柔雾白，还有这个 D Program 的这款我好像也是一个隔离吧，说是一个 BB 霜，到时候试一下。这个我就数一下多少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两个算一个十一，这两个功能性就不算，十一个有色隔离也是能用一阵儿的了。说到底妆，把这些遮瑕还有一些什么喷雾给说了。遮瑕的话，还比我想象的多，就是这三个是我最近在用的 CT 的，然后 Hourglass 的这款提亮的和这个彩棠的遮瑕笔，这三个我都还挺喜欢的。这款呢是 Hourglass 另一个颜色 Cotton， 我觉得它用来遮黑眼圈太干太黑了，所以这款我会不要了。开芳地的这款遮瑕 Locket L3， 这款也是买了很久，也很干，也是不要了。 Jeffree Star 的这一款 Peach 好像是用来调和眼下的，这个我会再留一下。 Kiss 呢就是可以让眼下再蓬一点点，也会留。这款橙色的呢是用来调和那个黑眼圈，我觉得没有任何的用，会不要了。还有两个 By Terry 的这个遮瑕我是没有怎么用过的，都还很新，主要是因为这个 Stick 呢我用来遮眼下有点太干，我想着可能用来它遮一下痘痘吧，
猫狗瓶的这个遮瑕膏就是这样子，这个也是那种很干，比较适合精准遮瑕的，遮痘痘的。这个是我最近新入的一个迪奥的遮瑕膏，但是用来是眼下提亮的比较多，所以遮瑕就剩这些，然后把这三个就是直接扔掉就好了。定妆喷雾呢，我一般都是不怎么用的了，但是偶尔会再用一下。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是比较适合用来做一个妆前吧，因为它整体上脸是比较粘稠的。还有一个 Make Up Forever 的这一款，我觉得它上在脸上那个喷头有点太大了。这个的话，我觉得定妆效果是还可以的。这个就定妆效果一直都不错，有个小小的。这个的就是我没有怎么用过，再留一下吧。然后再说一下妆前这方面，然后我底妆的产品应该就说的差不太多了。妆前的话呢，有一个 Bobbi Brown 的橘子面霜，这款我最近用的比较多，觉得它还挺好用的，而且味道很好闻，也会让后续上妆更容易一点，所以这个我挺喜欢的。那 Poulan 的这一款，我觉得就一般般，我觉得还行吧，一般般。这个其实是一个防晒加上一个 primer，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呢，不是特别喜欢它，我打算。等我现在那个防晒用完之后，再给它一次机会，因为它就是 SPF 30嘛，我觉得适合比较冷的天气用，而且顺便拿它当一个 primer。而且我记得我上次使用它的感觉也是蛮油的，我觉得冷一点天气用可能会好一点。Pat McGrath 的那一款打底也是看有人推荐说巨好用，所以留着的。这个就是比较适合大夏天的时候用，我下一个夏天绝对会把它给用了。这个就是一个 primer，巨小巨小的 La Mer 的，还有这个。就是那种什么毛孔柔焦的，这款也是那种毛孔柔焦，这个我之前还挺喜欢用的。这个也是一个 base cream，我试一下这个，这个是不是有点提亮的？哦，这个好像也是有一点点提亮效果的，没有，没有什么提亮效果，就是让皮肤好像更柔滑一点。对，没啥提亮效果的一个玩意儿。好了，底妆类的产品说的差不太多了，然后现在就开始说一些单色眼影、腮红和大眼影，反正这个类别特别的多。好了，现在来说一下我的单色眼影，上次没有分享过，但是这次也是还挺多的，我应该会断舍离掉一大波 ColourPop 的。先说一下 ColourPop 的，之前就很沉迷于买他们的这种类型的眼影，但是几百年没有用过了。所以应该会断舍离掉一些，特别是这种颜色特别可怕的，这个 sequin 都是以前比较火的 prickly pear。哇，我真的以前还挺喜欢他们的，哎呀，还是蛮软糯的，就这种颜色，很闪，不会用的了。Moonwalk 这真的什么苍蝇色，哇，很软糯哦，好像都没有什么底色的，都只有一个淡淡的那种外面的层。这个就是一个 glow，是那种比较。低调一点的这种颜色哦，还蛮软的。哦，其实可以用来做个眼皮搭，这个可以留着。他们家很好的一点就是很容易就有铁皮，DGAF 就是那种元老级的，应该都记得吧？这种巨火的这种颜色，这个也是我不会再用到的了。我最近就是不会再用到这么深的 Blaze，也是这种很深的这种颜色。哇，试一下。好了，不会再用到它。Big Eagle 是这种质地的，这好漂亮啊！这个就是完全干掉了，这干掉了，这个就是不能要了。这个给我很大的成就感啊，断舍离了这么多这个。SU Wave，哦天呐，我之前是给自己什么自信用这种颜色，Millionaire 这个颜色，要说烟熏妆我是不可能会用的了。这个又是一个 6AM，我天，我都不想试这个颜色。Bubbly 也是以前那种很可爱的，哇，这个粉闪，这儿试一下。哦，都是一片一点亮片而已，不用了。Fog 也是这种亮片，也是很漂亮。这个我不试了，不要了。Half Moon 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干掉了，哇，变得好恶心呢，我还留着呢。好的，这个是什么？Party of Five，我也记得这个颜色。哦天，哦天，都是这种很闪的。这个是 Tea Party。No。哦，这个我知，Coin 什么什么的，这个颜色感觉还行，这个留一下。最近就喜欢这种 Kathleen Lights，哦，我很喜欢它。OK，No，No，这个颜色 Goodbye。
这个呢？哦 ，6 a.m. 我竟然有两个，我当时怎么了 ？OK， 所以 ColourPop 淘汰了这么多，仅存了两个这个。这颜色其实整体都还蛮好看的，可是就是我真的不会再用到了。OK， 再说一下别的，还有一个这一个 Wake Up Call， 还有 Sidetracked。哦，我说一下这个吧 ，Stila 的三个这种亮片，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干掉，我试一下。哦，没有哎，这种的话我觉得就还挺好看，这个再试一下。我买的这种小亮妆，哇，竟然都没干，这种非常大亮片的这种，最后这个再试一下。哇，这个好好看，好亮哦。好了，这三个都留着。这个是我最近刚入的 Polycarp Softy 这个颜色，很多人都用它来遮泪沟，可是我觉得有点太深了，可是我还是留着，因为刚买的。MAC 的这个 Kid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单色眼影，还有他们家的 Soft Brown 也是我很喜欢的。其实这两个的颜色呢，其实差不太多。我试一下这个 Urban Decay 的这一款，这个哦，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会有一点绿闪的感觉，这个就是更纯粹的白闪。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颜色，它就是 3CE 的 The Moss， 对，是这种可以用来当眼影，然后也可以用它来当唇部的一个多功能用具。这个颜色特别的好看，是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对吧？特别的好看，你就这样子揉开，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看的。它没有细闪的，是我刚才手指上有细闪，所以这个我是肯定会留着的。Bobbi Brown 的这款 Taupe。这个颜色有点太深了，我应该会出掉，我用不了这么深的这种颜色。 Laura Mercier 的 Butter Cream 用来做眼部那种提亮的修整的颜色会留着。 Bobbi Brown 的 Moonstone 这个都没有用过会留住。苏苦的这一个是什么颜色？01号，就是它这个棕色。苏苦他们家的颜色就看着比较深，可是真的用下来还可以。 Daisy Shop 的02号，这个上眼也蛮好看的。NARS 的这款 Kari 是这种烟熏玫瑰色，那段时间还挺火，但是他们家这包装特别恶心。然后 Laura Mercier 的这款 Fresco 呢，也是有一点像那个的，也是我喜欢的。 Burberry 的 Rosewood， Burberry 他们家的彩妆质感真的非常的好，这个会留着。还有这一个，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就比较麻烦一点。这个 Colourpop 的这个颜色我觉得很好看，我试一下还有没有。哇，这个也留着，我很喜欢 Tom Ford 的这款，这款是个全新的15号，可是这个就是颜色很鲜艳，这款我应该会出掉。我当时买的还是个限量包装，而且是没有打折的那种。但是大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真的非常的亮。对，这款我尝试着可不可以出掉，因为我最近有在尝试出它，可是一直出不掉。苏苦的这一个颜色是07号，也是看人推荐的。还有两个 Surat 的眼影，一个是 Whole Chocolate， 这个颜色我不知道怎么说。 RMK 的这一款它是分两层的，这样的，就你可以弄上来，这里是有一个眼影膏，对对对，你这样子扭下来是有个亮，是有个这个，这样子扭着是有个亮片的，这个我还蛮喜欢的，这个系列的东西。然后就是 Urban Decay 的 ABC Gum， 也是一个眼影打底色来着。他们家的这一款 Space Cowboy 还是旧包装的。还有这个黛珂的 BR381 这款眼影呢，也是这种非常实用的 BR403、我都不知道是自己买的还是送的。这个 Twinkle Pop 是一个亮片的，还有 Sephora 的这款 Glitter 的 Twinkle Twinkle， 还有 BBIA 的这款06，也是这种比较适合比较韩系的这种颜色。这个也是个什么 EG Lips 的一款眼影，我都没有打开来，打开来看一下。哦，这种颜色，这个我应该用不到了，这个我要不就出掉，要不就送掉吧。 Bobbi Brown 的这一个这种 Golden Pink 用来做那种卧蚕色非常好。还有我很喜欢的 Chanel 的这一款36号眼影棒，这款颜色非常的好看，这款我会拿出来多用一点。 Sisley 的这个呢，我也是用来做这种卧蚕色的，其实还可以了。 Laura Mercier 的这一款颜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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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读，这款也是一个眼影笔，这个颜色也很好，会留着。这个呢里面其实也是有这种很多单色眼影，都是一些 Colourpop 之前的，会留着，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可爱。然后两个呢，它是 Denona 的这种 Top Coat，
好了，现在到第二天，我们来拍一下我的腮红。腮红的话比上次会稍微少了一点点，因为我出了蛮多的，可是我又弱了一些。先说两个 OUUO 的腮红粉，一个是搭，一个是出。我好像分享过搭的这一款，我觉得还可以，它就是像那种有一点点粉紫色提亮的腮红，这个颜色呢就会更粉嫩一点点，所以这个就不适合大面积铺，这个初搭就比较适合大面积铺。我觉得这个可以替代一些散粉，加上一些面中提亮的那个腮红，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用，更喜欢搭的这个颜色多一点。 Stila 的这个 Soul Seduction 颜色也是挺好看，他们家的这一个系列有一个我就是完全用空了，我很喜欢那个是比较膨胀色，这个就是比较适合那种氛围色的感觉。还有这个 CT 的 First Love 这种腮红，这个颜色我也很喜欢，就是淡淡的。还有这个3CE 的 Mono Pink 是我用到铁皮的，就是我希望今年吧可以把它都用空试一下。这个是 Shiseido 的 AUI Pink 04号，这个是我今年用到铁皮的一个颜色，这个颜色也是很好看的，很嫩的一个颜色。 Lily by Red 的这个腮红膏，这个买了之后呢就是02号，好像就是发现自己买错了，因为他们推荐的那个腮红膏好像是比这个再小一点点的。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还行，我基本上没有怎么用腮红膏的习惯了，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3CE 的这一款 Delectable 是这种比较有一点点荧光粉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一颗上脸呢还挺好看的。这个是倩碧的三色腮红，21号15号，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这两个颜色呢我都是会用的，这个呢我上次已经把多余的这块给出了，这个就是很出名的那种什么面中提亮色的鼻祖，所以这个我应该多用用。还有这个 Hidden 他们家双色腮红粉一直买来没有用过，这个的话可能会送给有缘人。对，还有这一个 Girl Cult 的幼稚鬼是樱桃小丸子系列的，这个就是包装很好看所以会留一下。 Lovely Cookie Blusher 这个也记得，也是一个非常女团色的一个腮红，我记得当时买来就觉得它很可爱，然后它是这种非常塑料包装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先留一下下了。橘朵的这一款35号，很多人都会用它来做一个那种脸颊收敛色，也会试一下啦。 MAC 的这一个颜色大家很多人都用来做腮红膏，但这个颜色我用起来很不好看，而且我只用过一两次，所以这个我会出掉。 CPB 的这一款腮红膏，这个是4号，这个我买了很久很久了，这个我会扔掉了，因为这个买了巨久无比了，而且基本上是没有怎么用过，就我觉得它颜色应该不太行了，所以这个不要了。 Fenty Beauty 的巨可怕这个紫色，但是这个紫色上在脸上非常的清透，这个膏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的。 Free 的这一款05号，这款我买来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也是这种比较嫩嫩的颜色，这个是 Dior 的459，比较沉稳的这种颜色，还是再留一下下吧，因为我没有这种知性的颜色。 Butter Blush 的 Plum Rose 这个是完全没有用过的，这个我也是想要尝试把它出掉吧。 Girl Cult 的 Fua Fua 这个颜色我非常喜欢，它有点像腮红膏的质地了，这个是旧版的。 Essence 的这个 The Blush 也是我某一年的一个年度爱用，是50号，已经变成用成这个样子了，我很喜欢这个颜色的，其实就包装不整齐。 Burberry 的这个上次分享过，就是到现在还一直都不舍得用，还留一下吧。 Chanel 的这一款是一个双色腮红，这个也是非常的漂亮，给大家稍微看一下下，很漂亮吧，这个是比较有光泽感的，这是看人家推荐的，这个我会留着，就是全新的没有用过。 Amplitude 的这个腮红看着颜色比较深，它整体粉质是比较硬的那种，它有个腮红和一个高光，这腮红虽然看着颜色深，可是上在脸上很自然，他们家的东西我都很喜欢。南京地家这个颜色我也是用来做一个面中提亮色，但它整体的粉质会稍微粗一点点，可是呢它的提亮效果非常的明显，而且很显色，所以大家用这个的话就要轻手一点。这也是前段时间入的 Daisy Cool 的这一款07号，我用过一两次吧，我觉得颜色不是很适合我，有点太过于荧光，但是就是很多人好评它，所以我会再试着用一下，如果再不喜欢我就会把它出掉了。橙景和是非常出名的这个双色腮红，这两个颜色也是很百搭的那种颜色，所以我会留着。NARS 的 Sex Appeal 我的一个库存吧，因为 Sex Appeal 我应该是用空了两个的，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库存。 Sex Appeal 真的是我人生挚爱的一个腮红，然后还是两个 NARS 的，一个是 Thrill 一个是 Medley 的话我之前是有三个，出掉了两个，还剩一个，这个我会自己留下来用一下。 Thrill 的这个颜色呢
也是非常漂亮的，它是这种雾面的紫色，提亮效果非常的明显。加纳宝的这一款双色腮红也是比较偏 peach peach 的颜色。植村秀的这一款我都忘记是什么色号了，但是这种奶油杏色吧，苏苦腮红出掉了一点，还留下来的这个就是比较嫩的，然后这里是可以当提亮色的。09号就是这种哦，这个颜色那个时候很火，就是也是那种比较像修容色的感觉，这个我会留着。 Pamigraph Labs Flirtatious 这个颜色也是很温柔的一个颜色，他们家腮红的显色度都非常的高。 Hourglass 的腮红呢，剩一个这个 Ethereal Glow， 这个跟那个倩碧的21号都是那种什么膨胀色的鼻祖，对，都没怎么用过会用的了。 Ila Maska 的这一款 Katy， 这款颜色就是面粉感非常的强，可是提亮效果显嫩效果非常的明显，所以用这个的话呢，我就是会用一个取粉没有那么容易的刷子。 Camic 的这一款腮红11号光泽感很强的一个腮红，颜色也是非常好看，很日常的，但是呢光泽感很强就是需要你的毛孔比较细一点点。 Dior 的这一款，这个虽然颜色看着很死亡，可是上脸也是非常绝嫩绝嫩的，粉质也非常的好。这个是花知晓的渐变的，上面这个蓝色就非常适合提亮，下面这个颜色呢也是很日常的那种感觉。这一盘我也是很喜欢，而且包装真的是再一次感叹太漂亮了。两个16 brand 的腮红，一个是 Milk Tea Shot， 一个是 Peach Foam Shot， 这两个颜色都是那种淡淡的，就是可有可无的韩系小腮红。 Milk Touch 的这一款 Sunrise Lilac， 这款我应该跟大家分享过，这个颜色我觉得还可以，显色度是蛮高的。拉杜利的一个绝版的这种人头腮红，很漂亮哦。我觉得是08号，也是比较适合夏天的，橘粉橘粉的感觉。 Daisyku 的这个03号，这个颜色我其实蛮喜欢的，就是我用了蛮多韩系的类似的可爱风的腮红之后，这个的对我来说印象是蛮深刻的，而且我觉得它整体的包装真的蛮不错，我很喜欢这个牌子的眼影啊、腮红、睫毛膏我都喜欢。两个倩碧的，一个是20号，一个是08号。哦，还有一个倩碧的，这个是我很喜欢的05号，跟这个小熊联名的一个。这个也是用，没有用空，那个是用了很久，但是裂掉的一个。对，这是一个囤货。Chanel 的又一款腮红，是他们家的608，这个颜色也是非常适合秋冬的一个颜色，这个上在脸上很高级，而且也没有盘子里看的颜色那么深。 Bare Minerals 的 Pretty in Pink， 这个我之前分享过，上脸很可爱，很元气的感觉，外国的元气多汁的少女的感觉。Laura Mercier 的 Strawberry， 哇，这一款上脸也是很好看。 Laura Mercier 他们家好像有个瓜法还是什么，我是蛮种草，可是太多应该不会入。这个颜色虽然看着很死亡，上脸也是蛮好看的。又是一个 Laura Mercier 的 Ginger， 很出名的一款比较温柔一点点，比较适合秋冬一点点的颜色。两个 TF 的，上次那个紫色的 TF 终于出掉了，这个是06号，也是一个很温柔的这个颜色。这个就是01号，就是他们家出的那个双色腮红，这个看很多人说上在脸上很嫩，其实真的不会，因为呢它的上色度非常的浓，所以呢也是需要非常好控制用量的那一种。然后 RMK 的这一款04号 Pale Pink， 雨琦的这一款37号桃月，有段时间很火，就两个颜色混在一起我都还没有用过，基本上到时候会再试一下。倩碧的这一款，这款是 Cheeky Pink， 是这种买的一个试用装了、这个应该会直接扔掉。两个 Himi 的，这个一个是08号，一个是06号，这两个颜色都很深，对，就是不是很适合我。这两个的话呢，我会跟这个 Hidden 这三个就是送给大家，如果有人想要用的话，这个是完全没用，这两个的话我只是试色过，对的对的，放在这里。还有就是欧莱雅的 Life is a Peach， 这款我基本上也是没有怎么用过的，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小伙伴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呢，我就这四个腮红组成一组送出去。咖啡豆的这款腮红，这个腮红我也是还蛮喜欢的耶，我这个是 EX02， 虽然我没有用过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包装还不错。还有这款是我刚买没多久也没跟大家分享过的 Foresco 02号，是用他们家这个小粉扑的，这个我到时候会试用一下看起来好不好用，因为很多人说这个用这个小粉扑上妆会很好，就是我很爱的一款花知晓的雪霜珍珠，真的太美丽了，很好用的一个颜色。
资生堂的这一款 Momoco 03号，这款颜色呢，就是是这种腮红膏，我觉得已经干掉了。哎呦，哦天哪，弄到指甲上干掉，而且这个颜色有点太橘了，很难可以驾驭到它，所以呢，我就打算把它扔掉。Vici 的腮红膏，这个我也是没有用过的了，这个颜色是不知道什么号哎。OK，那我这几个腮红也是送出去给大家。MAC 的这款 Dainty。这款颜色我其实还蛮喜欢的，再留一会儿，再留一会儿。这个是我最近在用的 BBIA 的这款01号，就是已经用到一个大铁皮，我会把它都用完了。应该在这个季度，就是第二个季度做铁皮计划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完全空盘的它，还蛮好用的。面粉感是有，但是我觉得它可以很好的平复掉面中的那些毛孔，而且这个颜色呢，就是没有很深，所以很适合用来做面中提亮，我还挺喜欢的。这个也是我最近在用的 Misha 的这个 Cotton Blush Ballet Shoes，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使用感，因为这个颜色基本上完全不飞粉，可以用还挺久的。这个颜色也是蛮可爱的一个颜色。Hourglass 这个腮红盘，这四个颜色我基本都没怎么用过，这两个颜色用的蛮多的。还有这一款 NARS 的，这个是他们家那个什么颜色的腮红来着？Behave。然后这个是他们家那个眼影，有点像吉隆坡的，这个我可能会多用一点，蛮适合现在这个天气的。我还找到了一个 Zoeva 的这个 Strobe Gel，这买回来我就完全没有用过，是这个样子的。还蛮漂亮的，这个我也会送出去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要，就送澳洲境内的小朋友们。然后我们这是六个腮红嘛，我就挑评论区挑一个人给我种草一样东西吧，就是说618那些大促你准备买什么东西，然后这六个腮红就送到给你们。好了，腮红还可以啊，最后剩的还是很多。好了，我们现在来说一下眼影吧。好了，现在又是第三天，我们现在来说一下我的一些眼影们吧。我这次就没有把大盘跟小盘分开放了，因为我就是出了蛮多大盘眼影的，所以呢就只剩小盘的比较多。先看下 Tom Ford，我有1、2、3、4、5、6、7、8、9。哎妈，好多啊。Tom Ford 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一个牌子，27号，这个我应该会出一下了，因为这一盘眼影呢上在我眼睛上不好看。这一盘是哦我很喜欢的30号，这盘是我少数比较有使用痕迹的 Tom Ford， 这款我是肯定会留的。这个是 Tom Ford 的01号，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盘，而且这个包装特别好看。还有这一个是28号，很日常的那种大地色，比较偏暖调的，我觉得蛮适合秋冬天呐，什么时候的时候用。31号哦，也是我很爱的一个盘，可以看到我上面那个皮都拿掉，就是我用的很多，是一个那种很温柔的烟熏玫瑰色。这个另外一个白的呢，也是一个限定盘，是这个 Naked Pink， 这个我也非常的喜欢，是比较浅的这种颜色。哦，还有这三盘，这个是03号。我还是留一下吧，就是它这个绝版盘嘛，很多人都说巨好用，但是也。然后 Tom Ford 的这一盘是，哦，这盘应该是35号。我发现我对眼影没有什么热情了最近。然后这个应该是我很爱的20号，是我唯一一个用到铁皮的，这个真的特别好看，这亮片也很好看。现在再来说一下一些苏苦的吧，苏苦的1、2、3、4、5、6、7、8，8个还蛮多，出掉了一些了。08号光胶。光胶也是一个很古早一个绝版的，这个我会留着。然后这个是124，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我没有用过，但是这个配色我到现在都觉得哇太美，所以还是会留着。这个是04号，是这个新版的，可以算是一个人生挚爱了，我非常的喜欢。06号是这种颜色的，我觉得还蛮清冷的，上脸也很好看。01号瑞花，也挺喜欢的。然后这个是02号，这个也留着，蛮喜欢的。这个108，这个我就出了，因为就是从来没用过。这一盘是01号优芍药，是他们的旧版，但是这个颜色呢稍微偏冷一点点，我上眼不是很好看，所以这版我也会出掉。Amplitude 他们家的眼影03号，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呢。它的这个颜色虽然看着深，可是上在眼睛上呢，显色度很低很低。然后就是 Chanel 的一些，1、2、3、4、5，5个 Chanel 不是特别多。我最近有在种草的一个眼盘，就是 Chanel 的那款 Medium， 还有就是 Wake Make 的05，这个是268，我很喜欢，秋冬天的时候用会比较多。我的这一个是354号色，这也很漂亮。我其实个人蛮喜欢 Chanel 的眼影的。308，
这个颜色，大家应该都有吧？他们家最出名的就这一盘，这个应该是比较大的那款 Warm， 这款我蛮喜欢的，用到铁皮了，就非常的适合夏日那种粉蜜桃妆。然后我的这一款呢是352，比较温柔一点点，就很适合现在的流行风向，就是那种白开水妆。Dior 的这一款呢，我也是买来没用过，我就是完全用了它，为了他们包装，因为真的好好看，这是皮的。然后呢，里面是这个样子，就是偏烟熏灰色一点点的。哦，有一个这个 Dior 的这一款呢，是我完全没有用过的759，这个水波纹真的好漂亮哦。我还是会想留一下 Dior 的这一款708，这个颜色也是非常日常的，就是我给了我妈妈一盘，然后我自己又去回购了一盘，因为颜色非常的日常，很好适合通勤的一个眼影盘。拍卖 Graph Labs 小盘的话呢有两个，第一个这个呢就是这一盘，哦，这一盘是比较久的，但是这一盘上眼真的巨美巨美，而且它的这些颜色真的太漂亮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光很好看。然后还有这一盘，它后面好像都没有写色号，哎，这一盘就是比较适合晚上出去玩的时候画的，但是它真的也是非常美貌。他们家的眼影盘我就很喜欢，无法替代的感觉。 CT 的话断舍离掉，现在只剩四盘。 Pillow Talk 这一盘是这个被我用到铁皮了，已经就没有怎么用过了。然后这个是 Exaggerate Eyes， 也是很日常很百搭的一盘。然后这一盘呢是 The Golden Goddess，这一盘我应该会想要把它出掉了，对，因为我觉得类似色我别的有一些，而且我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用过。这个是 Star Aurora， 这个我蛮喜欢的，就是比较清淡的颜色，而且都是断光的，上在眼睛上呢会显得眼睛非常的波光粼粼，嗯。然后 NARS 的双色眼影的话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圣保罗，很日常的一个配色，还有这一 Portobello，就是很雾面的这种颜色，很适合打底用的，这个也是绝版的，很就是蛮喜欢的。 VB 的这一款 Signature， 这一盘眼影也是非常的好看的，而且很重量是蛮十足的，但是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说这个镜子来的时候掉了，现在就很难关起来，但这个肯定是会留着。 Addiction 的05，这款是我刚入的比较新的一盘，也是非常美丽的一盘。然后 Lunasol 的呢，这款是01号，应该是他们家猫眼石，这款猫眼石我应该也会把它出掉了，好像用过一次吧，就有点太过于浮夸了对于我来说。 Etovos 的就这个颜色也是蛮好看的啦，但是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使用场合咯。然后这个也是 Lunasol 的，这个我会留，就是他们家 EX12， 非常非常日常的一个配色，这个应该是 Beige Beige， 我的一个鼻祖。然后三个都是用到铁皮了，很喜欢。 Lunasol 的也是很漂亮，哎，这个绿色我应该会留一下了，嗯。资生堂的这款01号也是都是雾面的，哦，不是都是雾面的，就是有一个这个稍微有点断光的，但这个颜色也是非常日常的。他们家我之前入了三盘，已经出了两盘了。这款 BBIA 呢是01号会进到我下一个季度的爱用，我很喜欢它，它上在眼睛上整个眼睛会显得很可爱很温柔的感觉。这个亮片我基本没有怎么用过，但是这个颜色用来做那个卧蚕色我觉得很好看，所以这一盘我蛮喜欢，虽然它盘上面看上去蛮浅的，可是上在眼睛上面那个显色度是 OK 的。哎呦妈，这一盘就是一直到现在都完全没有开过的，这一盘 Hershey's 巧克力的 Etude House 系列还是会留一下。爱杜莎双色眼影有点像圣保罗了，嗯。然后现在就说一下 Canmake 的，这个是05号，也是用到两个铁皮的，就是非常容易化的一盘，但是那个持久度是还蛮低的，我可能会下次有机会再用一下，然后可能把这些铁皮的之后我就会把这个扔掉了。02号我还没有用过，但整体颜色也是非常浅，也是很容易上手的一盘，也是02号，这个呢会比这些稍微有层次一点，因为这两盘呢都是雾面盘，这个呢就是有一些断光的，中间是有一点点小亮片的。然后这一盘是19号，这一盘呢就大部分都是比较断光的，比较光泽感的，而且这一盘上眼睛的话会比较浓郁一点。这款11号这个窗帘眼影，这盘的话呢就是整体看上去蛮粗糙的，可是上在脸上又还可以蛮好看。 Suzanne 的这款01，这个颜色真的蛮好看的，而且呢上在眼睛上会比普遍的日系的这种开架的彩妆更显色一点点，对，所以我觉得这盘质感算是蛮好的了。
Excel 的眼影，表格他们家的眼影呢，我觉得质感非常的好，上在眼睛上很好看，就是平替 Lunasol 的感觉。它的这个色阶拉的还蛮开的，我的这个是 SR03，这个我会想要再多用一点，看我这用到大铁皮，这个我非常的喜欢。然后还有这一盘 Pelipera 的07号，是看很多人推荐了，但是我觉得就非常的一般了，但是它可以分成两个不同色系，这个就玫瑰粉一点，这个就稍微大地色一点。 Roman 的这一盘 M02 是这种灰调大地色带一个闪粉，这个其实还蛮好看，但是因为品牌原因。还有这一个 Cleo 的09号，这一盘我其实也蛮喜欢的耶，它整体的那个色调很好看，粉质也很好，然后呢也不怎么飞粉，上在眼上的显色度也是刚刚好的，唯一就是这个镜子有点太小，但是像很多那种开价的小盘都没有镜子，这一盘我还蛮喜欢的。然后现在说 Dai Si Ku，我有他们家三盘，这个就是我很爱很爱的03号用到铁皮的，这一盘就是我跟大家说过我一个人生挚爱，用空了这些颜色我会想要回购的程度，很喜欢。他们家包装我也很喜欢了，这个是10号，就会稍微再深一点点，这个是07号，对，是不是其实乍看有一点像，但是10号会比07号和03号都深一点点，然后07号呢就会更偏奶茶色，这个就会更米一点点。 3C 的话我剩三盘，这一盘是我最近很爱用的 Dear Nude，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用到1、2、3个铁皮了，是在我铁皮计划里的，下一个铁皮进度也会分享。我觉得就是非常适合我现在喜欢的一些妆效，很白开水，然后上在脸上很容易晕染。这个的话相对于 Daisy 粉感会更重一点点，但是我还是挺喜欢的。他们家这个 Smoover 我之前还蛮喜欢，可是呢它的颜色上在我眼睛上有点太过于偏黄了，就用上去有点面黄肌瘦的感觉，所以这个我不是很喜欢，要出掉它。 3C1 的 Overtake这盘呢我也不是很喜欢，盘呢我应该会扔掉了，就是我真的不喜欢，当时用的时候我就没有很喜欢，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所以这盘我会扔掉它。 Dior 的这一盘001是一个非常适合上班啊通勤画一个日常妆的一个，然后这个是个眼影打底。然后我们这儿有一个啊咪咪的，是这种很多不同的颜色，然后这有个腮红都是雾面的，这个就蛮便携的。Natasha Denona 剩下的唯一一盘的这个小盘，我的这个是 Mini Retro， 很喜欢，我觉得它颜色真的非常的好看。是 Naked 2的这一盘 mini 盘，然后都是这种灰色的大地色。NYX 的这一盘非常出名，有一个用到铁皮了，别的话呢就是还是蛮硬骨头的，但是这一盘我觉得我还是会留着，我觉得它的配色还蛮多元化的，而且呢也很好画，颜色也不会太深，整体都不错。很爱的这一盘花知晓的雪顶冰拿铁，包装真的太美丽，这个颜色也非常的好看，很适合亚洲人的比较偏中性大地色的一个颜色，这个亮片很好看，里面真的太漂亮了，每次打开这个都觉得少女心满满，他们家包装真的绝。两盘 Espo 的眼影书陈景和是还蛮火的，这个我都用到了的，这个每次都小小铁皮，对，就这个，这个还我还挺喜欢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一个眼影书，我就是完全为了包装留下来，因为这种颜色就比较粉嫩一点，两个颜色都大亮片，但是它实在是太美丽了，所以我把它留着。校色的05灰粉琥珀盘也是没有用过的，基本上就是上脸试色用过一次。 Zoeva 的 Caramel Melange 这一盘我可能会再用一下这两个颜色吧。 Kevon D 的 Shade and Light 一直有在出，可是一直没有出掉，所以我还是会放在旁边把它出一下。然后剩下三盘都是 Pantograph 的，这一盘是忘记什么号了，哇，5号吧应该，巨美丽，大家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哇，这个真的很喜欢。然后呢还有这一盘，这条是他们家比较日常的那个配色，我很喜欢它这个外面这个包装，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这样子的也是很好看。还有一盘这个他们家比较小盘，这个是有一个很漂亮的绿色在上面的，就这儿，非常美丽。好了，我整理一下就是今天断舍离掉的一些东西哦，这些是我今天要送出去的一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一些没有用过的，大家比较低的，我可能会分成两波送给大家。然后就是有那些睫毛膏，然后一些眼影、腮红，然后还有这个腮红膏，还有一些这个 Hoola 的这个修容。然后呢，我就会，哎呦，看不到，
然后呢，我就会分成两波送给大家。就是澳洲的境内的朋友就跟我说，因为寄回国内有点太麻烦了。对对对，分成两波，大家就留言给我种草一个单品。然后呢，这一波就是一些我要闲置掉的一些东西。对，然后这一波呢，这一波就是我要扔掉的一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已经有一些使用痕迹或者已经很久的了。好黑哦，就随便拍一个结尾。这次的化妆品库存盘点就到这里啦，然后呢，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希望大家有一键三连，多多关注我的频道，拜拜。